贾静雯、温升豪、吴康仁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四年前播出后屡创佳绩，在当时掀起了一股风潮。近日，《镜周刊》报道指出，剧组已大动作动工第二季，公司曾发表过第二季的戏剧计划，表示等剧本完成就会开拍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近期已开始选角，男主角则是由周渝民接演。因剧情变动的关系，导致演员大换血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《与恶二》工作团队已组成，仍是由林君阳执导，但女主角贾静雯并未参演第二季。吴元和周渝民互飙演技，但是让人更加好奇第二季的剧情走向究竟会如何发展呢？Bye.